提示：本视频为千本科幻正片，内容系科幻虚构。由于贫穷，画面由其他游戏电影拼接，知识内容按已查资料编写，若问题请补充更正。米哈伊尔同志您好，以下为最高机密情报。1964年6月1日，一颗陨石在西伯利亚爆炸，这是我们当时拍到的画面。事发后，爆心1000公里内被持续的强电磁脉冲干扰，出现了断电断信号的情况，我们的侦察机就因为干扰差一点就没飞回来。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忧的，这两天爆心周围数个小镇都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，我们的调查队除了尸体什么都没找到。就在几小时前，调查队也失联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撞击区的电磁脉冲范围还在扩大，如果被北约发现我们遭到了这种袭击，国家可就危险了。莫斯科军委已经决定了，给您1个连的兵力和新式武器，即刻开赴贝加尔湖调查陨石爆心的情况。你们有可能会遭遇超出常理的敌人，为此我们在乌兰的乌德附近准备了1个师的预备队，如果有情况请随时和后方联系。好的，首长，接到任务事不宜迟，你和1个连的苏联红军赶紧开赴约瑟夫穆勒城。这支部队中有不少东方面孔，他们大多是来自精锐的西伯利亚特种部队，此次也将作为调查兵团的先锋力量。装甲列车刚一停，穆勒同志就赶紧和您见面。哦，亲爱的达瓦利许，您好，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鸟不下蛋的地方来了？你好，穆勒同志，我受军委任命，要执行紧急任务，请您为我的部队提供粮食。没问题，不过您这次的任务和前几天的爆炸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不起，这是机密。好，那我不问了。但是有一些消息我必须得告诉你们。我们的农业基地在爆炸当天就断电了，连我们改装的谢尔曼收割机都泡锚了，好像是电打火出了问题，现在还在修。这么说，整个城市的机动车都不能用了吗？是的，同事，只有老式柴油拖拉机还能用。这可不妙啊。这几天还有什么怪事吗？有的，同志，前些天去打猎的社员发现沼泽地里有奇怪的不明怪虾，您可得悠着点啊。而且距这儿不远的罗曼诺夫卡前两天有人逃出来了，说是怪物突村了，我们派去的侦察兵都现在还没回来。多谢您的警告啊。听到这儿你吃了一惊，罗曼诺夫卡那是什么地方啊？距离爆心不到20公里，这下事儿可大了。上校同志，您和其他队员先去暖房休息一会儿吧，我这就派相关同事给您安排粮食。那感谢您的款待了。稍事休息之后，你就带着部队出发了。但你不知道，你们身后还有穆勒派来的一个排的士兵，这头老狐狸啊早就察觉情况不对了，派人跟着你们也是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刚出穆勒城，你们就遇上了一片沼泽。马可洛夫同志，我记得地图上这是一片平地，怎么都是水？哦，这是西伯利亚呀，又是雨季，沼泽多很正常。我的同志，还好我们有秘密武器。高通过性搜索营救综合体蓝鸟，生产于1975年至1991年期间，专门用于苏联在广袤的沼泽和雪地中搜索返回的宇航舱。此系统由6轮卡车和 ZAL-29061 施耐克全地形车组成，它通过双螺旋浮筒进行推进，无论是雪地、河流还是沼泽都挡不住它，因此这车也被俄国人誉为是西伯利亚的森林杀手。苏军这次行动可是下了血本了，把实验车都派出来了。有了它，特战队眼前的沼泽就是如履平地，可刚到岸边，水中突然有一阵躁动，大家赶紧拿起枪开始警戒。啊，只是一条鱼而已。但就在你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一只身披铠甲的怪虾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。干，我操，这什么呀，开火，给老子开火。但 AK-47 的子弹明显打不穿这怪虾。我操，这货的甲怎么这么硬啊。哎，没关系，老子请你喝莫洛托夫鸡尾酒。这所谓莫洛托夫鸡尾酒啊，实际上就是燃烧瓶，这些啤酒瓶子里一般会塞着汽油等易燃物，瓶口处由橡胶密封，由破布、臭袜子等玩意儿做引线，点着之后呢，直接照着敌军装甲车拽，有烤肉效果。二战期间德国人就相当怕这玩意儿。不过讽刺的是，这鸡尾酒的名字是苏联人敌人芬兰人取的，相传芬兰人经常用它烤苏联的军车，而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就叫莫洛托夫，这燃烧瓶也就因此得名了。然而这芬兰烧酒啊，似乎对这西伯利亚小龙虾没什么用，这丝在泥地里移动的飞快，很快就把火给灭了。这可咋整？你犯了难。这时候你开始头脑风暴，想起了美军特别关注的一种生物。
鳞角腹足蜗牛栖在印度洋的海底火山附近，由于常年沐浴在矿物热泉中，外壳有一层磁铁矿，可以防御大部分掠食者袭击。难道说这怪虾身上也有一层磁铁壳？这就好办了。马克洛同志，拿我的磁性翻腾壳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双生同志，说这急没带，而且咱也不打坦克呀。嘿嘿，你妹呀！拿我的 RPG-7 来，射他的娘的小龙虾。这玩意儿是1961年苏联设计用来专门打坦克。使用穿甲弹头，穿身能达到750毫米。由于使用的简单，成为了各国游击队和武装分子的最爱，是居家、打野、火拼、抢劫之神器。老子今天就用它来打你！哎，漂亮！话说这新武器没服役几年，就先打你来试的，这小龙虾面子也挺大的嘛。打完小龙虾之后，你看了一眼惊魂未定的队员，还好没什么伤亡。部队继续向罗曼诺夫卡行进，刚到小镇周围，你就发现情况不对劲了。这人都去哪儿了？莫非都去山里挖土豆了？狙击手，你看看村里头有没有动静。马可洛夫，你带人去村那头看看。遵命，少校同志。只见小镇上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有的还残缺不全，看样子这确实是遭遇不明生物的袭击了。同志，你看这狗子怎么长这么大呀？这显然不是什么狗子呀，看这架势比藏獒都凶，个头也大了多。此时你头脑开始飞速运转，不会是他们吧？在1942年的时候，苏军曾经秘密在西伯利亚清理过一种代号为食尸鬼的不明生物。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难道说这些怪物还有这些奇怪的陨石？想到这儿，你心里越发不安，说道：“不行，咱人手不够，还得回去叫支援。”但突然间，一枚红色的信号弹升了起来。不好，马卡洛夫那边有麻烦了！你赶紧带队冲了过去。只见潮水一般的狗子向你的部队冲了过来。同志们，随意开火，给我打！你的特战队主要以 AK-47、波波沙、RPK 机枪为主要武器，火力十分带劲。感谢伟大的枪神卡拉什尼科夫同志。现在海量的狗子如挤地铁一般向你的阵地冲来，然而他们冲到30米左右就被7.62毫米子弹无情射翻。然而打着打着，这狗子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同志们，给我顶住！但面对这种大家伙的攻击，你们怎么可能挡得住？同志们，分散，赶紧占领制高点，用 RPG。此时有个怪物正在追你。小贼，你还挺能爬，你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，走你！哎呀，啪！现实中，你们真要有上校这两下子，就可以在新德里当老大了。不过很快，你们的 RPG 就用光了。这坑爹的狗怎么还这么多呀？是增援，增援来了！只见一辆谢尔曼坦克铿锵有力的开了过来，一顿炮下来，不少大狗子已经应声倒地了。是米哈伊尔长官吗？我是大伊万。我们是穆勒同志亲自派来的援兵，现在接你们回去。你定睛一看，只见坦克后边还跟着一辆拖拉机，上面有57毫米防空炮。这下看这帮狗子还怎么猖狂！但就在你高兴的时候，下面传来了大医院同志惊恐的叫声：“哎哎，这坦克怎么不动了？我操，怎么空气里还有石墨粉？是哪个王八蛋给这坦克加的电打火 ？So complete。”先别管这么多了，你们赶紧和大一万会合，情况紧急，又没有信号，现在撤退用的全地形车根本跑不过狗子们，只能让姑姑出去送信，让预备队过来支援了。哎，这还是一战坦克使用的老手段。姑姑，请你告诉将军同志前线告急，同志们的命就包在你身上了。咕咕咕， UP 主飞走了，但你还是不放心，还派了骑马的传令兵，接下来就是艰难的固守阵地了。哎，一夜过去了，还好穆勒同志有先见之明，没这铁王的加入，同志我早就喂狗子了，嘤嘤嘤。但此时你的连队也已经伤亡一大半，就在你们炮弹告罄的档口，增援的一个师总算赶到了，一辆辆 T-34 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狗子们碾过去。他们没有像谢尔曼拖拉机那样做电动魔改，而是使用了纯机械驱动的内燃机进行操作，既不怕石墨粉，也不怕电磁脉冲。哈哈哈，在红军的钢铁红楼下颤抖吧，乌拉！很快，在 T-34 和温压火箭弹的碾压之下，狗子们被碾到了树林里。现在是全面反击的时候了，冲！但是等等啊，少将同志，坦克进不了树林，这可咋整？这好办，这些怪物以为有了石墨粉和电磁干扰就不怕空袭了。土样土奶意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大家注意哈，这是苏联的军用飞艇胜利号，主要用于反潜。由于这次行动很特殊，所以被派来协助大家进行指挥和侦察。当然除了空中支援以外，我们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，这就是由液压拖拉机改造而来的人形载具 M02 型机甲了。装甲载具是不能钻树林的，但人形兵器可以，而且他们还可以翻山越岭，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士兵提供适当的防御能力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机甲这玩意儿一枚 RPG 就瘫了，你造它何用啊？当然有用了，上山挖矿需要它吧，抗震救灾需要它吧，森林里扫这些不明生物还是需要它。而且咱这机甲跟 AK-47 一样，有多种配件，平时不当机甲的时候还可以当做泛用型的拖拉机来使用。
可以做到一机多能。兄弟们，开火！在一个团的步兵掩护下，你的机甲部队跟砍瓜切菜一样，就干掉了成片的怪物。很快，你就推进到了撞击坑附近。你定睛一看，只见陨石周围释放出大量的石墨和浓烟，怪物正在持续不断地从陨石的撞击坑里往外爬。妈的，就是这伙制造的麻烦，灭了它，一切就结束了。目标就在眼前，请告知头顶上的基洛夫啊，不，胜利号飞艇展开轰炸吧！开火，开火！我操，这什么怪物，怎么还会飞？你被一只大蝙蝠抓了起来，扔了好远。眼前的胜利号刚要进行轰炸，只见这大蝙蝠一个冲刺就朝飞艇冲了过去。Mayday, Mayday, Mayday！飞艇着火了，正在坠落，我们需要救援。听着飞艇成员绝望的呼号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同志们，现在只有我们为祖国争取时间了。战士们，听我号令，冲锋！我操，你个狗子还敢冲过来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来呀，来呀，大卫狗熊 ，So Gablet！ 这就是液压发动机的力量。驱兵注意，驱兵注意，我已经到达陨石坑附近，我已经到达陨石坑附近。今天所有电磁脉冲肆虐的怪物以及牺牲的同志都是由他造成的。现在驻防在周围的火箭炮听我号令，向我发射，为了祖国，向我发射。呜啦，随着一声令下，几公里外的喀秋莎火箭炮阵地上，上百枚火箭如千万流星一样直入云天，撞击坑的陨石以及周围的怪物被一片火海所吞没。而作为胜利者的你，能不能活着笑到最后呢？伟大先知托洛斯基曾经教导我们，三连有余回血复活，你们觉得有道理不？同志，作为英雄部队的指挥官，您将亲自参加首次胜利日红场阅兵，接受总书记勋章爱好者的亲自授勋。您的部队也被编入到了一个秘密组织，苏联特别行动委员会。这支力量由克格勃首长安德波夫同志亲自指挥，旨在应对所有超出科学常识的特殊威胁。与此同时，科学家们意外发现陨石坑附近有标识为 ISS 的人造碎片，而这些碎片的碳十四检测结果指向了21世纪。未来的东西是怎么跑到过去的？如果你们还想继续了解这条故事线，欢迎一键三连，追更我千本科幻旗下的科幻科普番剧《冷战异闻录》。我们下。